大家好，社长，大家好，我是豆冰。好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有关大家身体健康的一个产品 Furbrown 的，这个就是由优系推出的奈米纤维利善滤网。一包里面呢有三个这种滤网，对，就是一盒这样，小小一个，很轻便。对，那、啊、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买什么空气清新机啊、嗯、或是过滤风扇的啊，那你就可以考虑用这个滤网去除灰尘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很需要，就是不管是你家里有毛小孩或者是小小孩，其实都很需要这种东西。那这个产品呢，其实安装非常简单，可以安装到你家里的14寸啊或16寸的风扇，好、你就把它这个卡榫呢，这个夹在后面，不会影响到风量啊，它的风扇的风速还是一样，它就可以帮你在空气里面做一些过滤了哈，对，循环。这个产品呢，你如果用了一年，你可以来做替换。嗯，那我们替换呢，也有这个补充包，哦，一样一次有三片，这个可以拆开，拆开啊，把这个滤纸换掉。那这个弄脏了，水洗就好了。啊，就水这样冲冲一冲就可以再用，然后大概就是用一年，你可以换一次。这个产品呢，也有光触媒技术，所以呢，它可以帮你抗菌，然后除臭。除臭。哎，如果说你家中啊，没有办法用冷气的地方，比如说厨房啦，或是你是室外啊，啊对、哦，都不喜欢外面有灰尘，或者说你厨房有一些油烟味，油烟，哦、啊，长期爸妈煮菜吸的这个油烟，对身体真的不好、哦，真的不好。我们在密闭的工作室里面，不开任何空调的情况下做个实验，平常的 PM2.5 大概在20左右，在室内点上一根烟。整个 PM2.5 拉到999啊，之后打开装上有 UC 的奈米纤维利善滤网，经过不到半小时，室内的 PM2.5 已经有效的被去除了。它是日本专利原装进口的，在日本它也经过检验测试过，在台湾也有 SGS 来认证过，而且有经过医师的认证，所以这个产品呢也是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使用。你可以参考一下厂商的连结，一组日本进口奈米纤维利善滤网459元，补充三片包199元，六片299元。好，喜欢的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底下也可以留言，对，留言跟社长互动，跟我互动等等都可以。对，好的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